起头 up up 别害羞。黑人穿正装赴北检应讯，与中鞠躬耍帅暗赞，像一场秀。我一开始借着大家的勇敢站出来讲，也没有想过会变成今天这样。前黑社会妹妹大牙成为吹哨者，指控黑人陈建州性侵未遂，不少成员响应喊 Me Too。 为此黑人被北检传唤到庭，他展现了仿了等于没仿的说话艺术。先谢谢各位的关心，由于本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，我觉得未来有机会再跟大家说明。也值得一提的反而是他戏剧化的登场与退场。现在是演到哪，在雨中等雨停吗？职业律师李怡珍凭他戏太多，北检地下一楼超商有卖伞了、啊、也有可能是电影看多了吧，以为落魄的杀手不撑伞会有悲剧英雄的味道，殊不知他还复刻了其他电影名场面呢。楼梯口让开一下，楼梯让开，警察先生没关系，楼梯口让开一下。他们 这边也是工作。天哪，好感动啊，这迷人的小动作细腻精准的还原了，好眼熟啊啊，精准细腻的还原了魔戒首部曲魔戒现身，中土世界里的巨型门神雅狗纳斯。5，三立娱乐新闻也像在华数字全就是了，报道。